疫情趋缓加上新台币走强，不少台湾人都迫不及待要出国旅游，再加上到大陆旅游的禁团令渴望最晚呢在明年春节过后解除。为了抢攻大陆旅游热潮的大饼，旅游业者呢也推出了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的国际观光行程，要吸引国际的旅客一同来感受不同于陆上丝路的观光路线。疫情趋缓下，台湾人海外旅游的人数又重回到了以往的热度。根据统计，截至2023年9月，台湾海外旅游的人次达到了约842万人，六至九月更是每个月都超过了100万人。其中，台湾人最爱去旅游的地方，自出口网站的调查，包含了日本、韩国、香港、澳门等地。不过，也许再等些时日，有望再增加中国大陆的城市。明年31号恢复。我们组团到大陆，他们组团到台湾来，我们也可以接待。针对旅游团的解禁，各大旅游社磨刀霍霍，民众们也开始期待。九寨沟啊，北京啊，东北啊，对老人来说，不要去规划行程。对啊，跟旅行社比较有保障啊，自由行比较恐怖啊。与世界各国推广旅游市场一样，中国大陆各地城市也开始推出以自身特色为亮点的旅游行程来抢占商机。其中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的国际旅游行程，也透过各式的活动和优惠来吸引国际旅客提前进场。 A land of mountains and seas, a gateway to Marine Thai Silk Road, a millennia old city of prosperity.福州作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旅游行程加入了明清时代的人文历史，从名人故居三坊七巷开始，吸引各国的观光客走进福州。随着海外旅游的盛行以及两岸旅游团未来可能迎来的暖春，民众既增加了更多的选择，也更乐活地享受旅游之趣。中天亚洲台综合报道。